莲花烧玉，烧花莲盆，莲花烧玉，这什么话啊？不是同款的意思吗？无同款。我查某囡仔呢？我看这台物件，你要叫我怎紧呐？你查某囡仔？哎，你衫敢穿倒边呢？无爱，原本就设计安尼啊。无可能。对吧？你看到啊？你内底无穿裤吗？有啊，有啊。你穿迄个面粉袋啊，比你内裤较大呢。真的是面粉袋啊！好啊啦，恁小姐较重要，即马生产月内中，伫个房间内底咧等咱。物件看到之后，紧就转来，搁想看卖啊。囡仔衫、囡仔鞋啊，什么物件？全部拢买着。对啊。我要搁做这边的，啊！你给我赶赶一下，我的牛奶粉啊，袂去你客啊！你牛奶粉无替我问离婚，今要做啥？哥哥，物件空的。